大家好啊，今日带大家画嘅就系马鲁亚马嘅靓爹远山雪道。咁一条雪道咧就长400米，平均嘅斜度就13度。咁雪道都算阔嘅，而且系冇弯位嘅，一条直路滑落去咧就会去到餐厅嘅位置噶啦，系一条初级嘅雪道嚟嘅。咁要留意一下咧，左边咧就有一条雪道，就系中江超级树林雪道嚟嘅，系滑翻落去山脚嘅。咁样就唔好走错路啦。今日条片嚟到呢度，下一条片再带大家画另外一条雪道。中意我嘅影片嘅朋友，记住俾个 like 我，留言分享埋俾你哋嘅朋友，最重要系订阅我嘅频道，揿埋隔篱个钟，咁样就唔会错失我最新嘅影片啦。